最后一场，很开心啊，然后看到很多观众们一起到台中，谢谢你们支持桃花小妹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! ！谢谢。阿勇有那个放空的感觉吗？体力 OK 吗？还 OK， 还 OK 啊。幸好你们连拍很多天了，对不对？嗯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这没想到还可以啦。好，那身强力壮的汪大东。好大东王东城啊，又回到台中，非常开心看到大家，就是那么多熟悉的面孔，然后很开心的，就是戏剧的宣传呢，又再次来到熟悉的这边跟大家见面。那希望今晚呢，我们可以有一个很愉快的夜晚啊，万圣节快乐！